大家要做呢一行嘅，我意思係做呢一行，想跟我啤你跟阿林康正去賣永年亭，或者聽嗰啲資訊去第二度做賣骨灰庵，冇問題嘅。你首先要了解最基礎嘅就係數字。點解我好似有啲朋友咁同我哋入咗貨，有啲話想賣，暫時未賣到。咁我叫你唔使驚，我亦都一啲都唔驚，我仍然叫人買。因為點解呢？你去了解數字背後嘅現象，你就知道根本呢啲係有贏冇輸。我啱啱上個禮拜買一個家族位，嗯 ，OK， 咁啊，個家族位成300萬嘅，啲人係照買。